泰拳这个48式骑士有一个啊四正手，四正手呢就是头一个棚是腕子，对吧？他抓着我这腕子了，是吧？一碰，是吧？碰起来的。另外一个呢，还有踩，啊，捋，你知道碰捋，你看，在这里一抓袜子，你看就是捋了，啊，一踹死是捋的了。那个挤呢，啊，这个挤呢，你看。他进攻我来了，打我来了，一直要撩他，一推这叫急，啊，这叫急，啊，所以平时推他急，哎，叫彭大圈到我这来了，你看我这你看都来了，啊，这是一个，当然这个刚才我讲了，他这个变化很多，啊，初步解释一下这个，他这个。狮子的用法。要金刚刀队，金刚刀队呢？啊，他是就一在骑士的时候，他这时候一捋，啊，这以后一就是这捋的当中是个踩，你看，在这一踩住了这捋。这儿呢，那你说这藏的东西在这儿呢，啊，也可以在这儿，啊，也可以在这儿，你看，冲跑，冲下去了。这下边就是阵脚，啊，这个街道队啊，在这儿。来杂役呢？那咱意思就是说，它是一个解脱动作，啊，你看，咱这一在这儿呢，他抓着手腕子了，我在这儿可以解脱，你看，我的意思，这是一解脱，是一解脱，他说分开，啊，分开是一个合理，下面呢走一个大的定式呢，这个，啊，这是脚不来，把对方这个。拦住，用肘来把对方击出去，是吧？他打过来了，是吧？这一走这儿，你看，是吧？这一拦他，这叫拦杂役。吕布斯臂呢，重点是。突出这个跨步的做法，啊，刘思碧，你比方说，他打我一拳，我这一来，你看刘思碧在这样是用胯来做，是吧？一趟他，啊，主要是用这个胯。这单边呢？单边是个拿手，一个正的，一个反的。比方说，这肘来了，一接，呀，这就是正的，是吧？这个呢就是反的，这就是单边手，现在这儿，正的，啊，反的，啊，然后这边是，也是一个拦截靠。这边你看，走这一靠也拦截靠，是吧？这是一个单边也拦截靠，啊。啊，白毫亮式，就是说一个前截靠，你看打过来这是一个前截靠，打过来这一来你看这前截靠，就这个，也就这么一个动作。啊，这样打过来，啪，这是前肩靠，还有一个后肩靠呢，一个这是个后肩靠，你看，打来以后在这儿一样，走这是后肩靠，你看，从这儿上这儿来吃起来了，
出去。啊，所以说到这以后打前线号，在这一聊就出去。啊，这是稻粱市。新资料部就是说他的记忆方法呢，他是提用的就是蓝腿鸡胸，亲爱的，就在这吧，打过来，哎，你看，鸡胸，鸡面，你可以在这儿蓝腿在这儿来，还、哎，在这儿，是不是在这儿吗？在这儿呢，啊，在这一搂腿打，就是它是这样，啊。踢手，踢手是接拳，特别是接对方的腿，让对方的腿踢来了，这踢出来就，啊，就是一踢出来，踢出来以后你看，踢出来以后，这是别人下去，再插步推的，把对方腿踢先着一插步，这样就说腿踢完了以后不能回去。前三号步是个后背靠，一个击掌，你说拿来，这是一个击掌啊，然后呢这一后背靠，你看后背靠，后背靠啊，你看击掌一翻，你看后背靠，啊，你不要说叶荣坠，就是他打我一眼，这一拳，啊，所以这呢是一个拿法，打了以后一拿，你看啊，打了以后就一拿他，拿住了，这呢扑了开这一拳，啊，一拿呢，棒，烫，这拳打出去了，不是说在练是这么麻烦，练是练气呢，用是。岁数可以积极，劈人锤是用是裂劲，对吧？他打也好，一手来劈人锤，这就是裂，你看，这边打来，你看一掉，这，啊，裂劲，所以说练的时候要都是裂劲，啊。背着靠，背着靠是一个头部拦截和或者用这靠，背这一靠，啊，要是来在这边一看啊，打走这儿，你看，这是一个拿法。另外在这儿呢，你看这儿呢，这也是一个走这以后呢，你看这一脚，啪。伸头一接，这背折能把背子折断了，啊，是这儿的。那个靠呢，那个靠来说，就是这就是靠，还有这边还藏了一个靠，这一打了一个，这一个后头，啊，下面有一个青龙出水，青龙出水专门是一个是什么？比方说，一是里链，一是外链，用的，啊，是吧？打裆的时候，说，我打他裆，他护手，啊，你护，我一打你护，我是一护，啊，这是假的，一直打到这个，一直打这，一直打这里，一直打这里。啊，叫青龙出水。那个，这是指当的是假动作，打是这动作，啊，别说我要打到胸也是一样，
我一指他，他又啪，知道了。啊。双对手等于是什么呀？下面是双对手，双对手等于是个虎扑。啊，要他打我来，这你看。第二，要为什么要上一步呢？要这样不上这一步就不行，这不行。他打我来以后，我上一步，你看，这腿也关上。啊，一上一步腿一块。在这个别的圈里头叫，在兴义里叫虎扑，在这个通背里叫双撞掌，啊，在太极里叫双推手。周地吹，都是指经上取下，啊，周地吹啊，打了以后，你看，这周地吹。从周底下打，这拳来以后吧，从周底下面打出去，啊，所以叫打死人的周底锤。啊，大脚轰是什么？退一步三把大脚轰。他打我来，我是一个百中取胜。他打来，你看，人家打，上步。啊，一边推我一边打，叫推不上我再再叫。啊，你老今天不打，啊，你看，上午打，哎，就这意思。这是，这是从技艺角度来看。下面就是推不压肘，推的是个拿法。推压肘了，你看，打了以后这你看，一推不。压着走了，这个手子往外拧，往里拧，这个手子是往外拧，他俩，啊，相反，他这边打的是眼睛，啊，啊，这个往这拧呢，往这个方向呢，这个是往这方向，啊，啊，就啊，不压着。中判是扑面掌，上扑面。中判我们上面打了以后，走这上扑面，打一个扑面掌，下边撩阴，啊，上撩下撩，最后是这样关住，这啪一个定心肘，啊。闪通背呢？假如接闪通背，闪通背就是说快动作接人，啊，这是快动作，是吧？那对方一来打我来了，歘，你看闪，一闪，一接他手一闪，啊，而且是拿法呢，就这么一个，一接手，你看，哎，拿。啊，当然还有很多招数，比方说这个呢，这也是闪腾背，在这儿一走一下，在这儿呢，合，是吧？其实就是说，对方在摁住我头部的时候，一个用头部来靠他，一个用手来打他的脚面，解脱自己，啊。那他摁住我的项目了，啊，我也是一个是我用这靠的，一个用这打脚面，也可以打他的膝关节，啊，他一摁我，我借，是不是啊？这是一个，这叫什么？这叫仰头啊！哎，发身二踢脚是一个。翻身踢脚啊，是一个这个骑上的打法。对方用双长腿
啊，一姿势，你下姿势，有一苍蝇来了，比方说啊，就是你个人，哎，他我呢，他不扫我了吗？我用跳，他扫到我这样了，我跳踢他，一跳下来了，我就蹬他脑袋了，啊，所以说这叫什么？这个腾空踢，你看，自然就踢他了，就踢脑袋了，啊，躲这个扫苍这个推法的这个一个身法。另外一个呢，这三个腿呢，是一个不跳的动作，顶不来以后就是，让这一打，完了就，啊，上惊下取，惊在上面，取在下边。这都是呢，这是在推手里头用，或者是在击击上都可以。比方说，这个时候是怎样？这是挂肘，这是迎面一炮，啊，推出去了以后抓住我这条胳膊，你看，我这一挂肘，你看一挂肘，啊，拿到肘，哎，我这一挂肘了，你看，啊，一下，把这一挂肘，就上来上下来了。另外一个呢，他一个退步摔法，他不是到这儿以后吗？所以这不也一个步伐吗？这是一个经项目，经他的颈椎这里，是吧？走这儿去，走这儿走，这腿左后撂，腿是撂他的腿，你看，是吧？所以这不一个动作。二后还有一个什么？这个解脱腰部的动作，不是嘴巴里一个这个吗？再说这个呢，这是怎么解脱腰部的？不在这儿，一抱，啊，这样一下，他俩分架，这个腿与着手分架，哇，啊，这是后部的，这是那个手头式。下风眼这个下风脚呢，下风脚在这儿哈，在这儿一个是这个，这拳来以后，我这是个裂手，这是个裂手，这是蹬的腿，用他的腿当支柱，一蹬的腿啪，是裂在胳膊了，啊，是这么意思，重点在这儿啪，这个扫腿呢，转身扫腿呢，啊。这是一个旋转的腿上功夫，这就是打胸啊，打这个前后心的都可以。你要是这时候来了以后，我就往这一走，就离来啪，一直就踢他了，就啪就踢他了，啊，前扫后都可以，不是不扫这么高，啊，这是代替手打后心的、前心的。另外一个，他这个他练是练着，你看都这么高，啊，是用的时候呢，还可以低，还可以往下扫，因为这是刚才扫了中间，往下扫扫腿，一大手呢，你看一大手一扫着，是吧？这也是扫腿之内的，啊，扫这个旋风脚，也属于旋风脚之内的，这是直接转圈叫旋风脚。转圈往上走叫旋风，如果下走那叫扫堂腿，啊，这个方法不定法，啊，是说大概的意思。这个蹬一脚呢，就说你打我来了，比如说他打我来了，我一趟他去，哈哈，一趟他这脚是一块起啊。说是不是就就踹腿啊？也不一定，一起踹这个累，啊，哪儿合适踹哪儿，是不是啊？这个定法不是法，但是古明子说给同学们一个思路啊，就是他就有一个积极作用。小心打，小心打，就是等完以后呢，这是一个拿手的动作，拿手掌的一个动作，你看。这对方一个破坏掌来了，哗，掉出来，
在这儿呢，他这用这个，用这个手的腰的动作，用手和腰相结合，你看，在这儿呢，这样的，光这样你拉不住他，这一夹腰，啊，啊，打呢就是说，那拉完之后这不擒了吗？